其实呢，这种铜锅涮肉，每一家的区别都不是特别大啊，就是一酱，二肉。他们家的酱，我个人来讲是正正好，爆肚。他们家蒜分两种，这个10块钱一份，这个3块钱一份。区别不大，来了直接点这个3块钱的就行。羊尾油，吃涮肉之前先把它放进去。这啥呀？我操！老三角吗？这就我刚跟你说的那个糖饼。他为什么要说啊这么烫？棒不棒？看上去是不是受不了啊？太棒了！他们家的这个麻酱你是可以使劲蘸的啊，因为真的不咸。无论您在北京吃爆肚还是吃涮羊肉，现炸辣椒油的碗千万别碰，等你烫飞了，先把这秘制小酱料拌一下，加了醋，酸酸的，现炸辣椒油摆一勺，带着这个辣椒段这么着，哎，浇上。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这几乎没有什么热量，好不啦？然后再给它拌匀了，吃爆肚配糖蒜无敌啊！这是散单，盘子是热的。直接闻有股羊骚味，蘸上酱这么一蒯，再带一个辣椒段往嘴里这么一送，特别好吃。吃爆肚一定要裹满酱汁儿。特别香，配糖蒜。这个是你来北京玩哪儿哪儿都有的蛋白的心儿。就是生白菜，刚那碗酱已经卸了，赶紧重新拌个料。这是羊肚仁来了，这个你们都见过吧？这个是吃爆肚的核心啊，白白嫩嫩的羊肚仁，盘子还是热的，冒着热气，这么一蘸，这么裹满酱，好吃。肚仁嫩中带脆，指的就是这个宵夜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赶紧吃，真的谁都不能等。来北京没什么吃的，不知道吃什么，爆肚肯定是首选。好吃。好久没吃了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这门钉肉饼配糖蒜就不灵了，就得使这个了。然后肉饼再加点醋，太完美了。牛肉的肉饼特别棒，咸菜，棒松狗一样。好吃，再来点醋。这我没有话讲，这儿谈一招招待，待一会儿快吃。肉特别厚。不是我也熟悉，我也全，我是天天拍肉，别的我都不拍。天天拍肉呗。天天追他们家拍去。特别好吃。你真应该尝的这个羊腩跟外边不一样。大哥，你给我来一碗羊腩。外边真不一样。我吃多少家羊杂了，就你这是谁味儿？羊杂汤啊，强烈推荐的是吧？哎呀，这真是甜口的，我第一次喝。
封不了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吗？大白碗宽面，我刚吃完了一模子，他已经买年糕了。没事，还有点酒，炸坏了。好喝。那有点少。嗯，那大哥咱还行。哎，这配上蒜绝了，真的。现在人那个多少分钟？还有马豆腐。你喝不下去啊？我基本到嘴边上就不行了，就往外咽。这里是北京，刚刚立夏，吃个春饼再合适不过。Let's go， 这咸菜看起来真的是棒极了，据说是不咸啊。咸，招牌菜，肘子，这是肘子的酱汁，吃个肘子。嗯，好热，特别香。春饼必点，炒河菜，这更是必点菜了。青椒肉丝看起来真的特别棒，去洗个手。这个叫一张饼，中间可以撕开。咸菜，青椒肉丝，继续肉丝，葱丝，再来一肘子。我这一个饼半斤。嗯。青酱肉丝加上灵魂蔬菜，这春饼就有灵魂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春饼了。嗯，特别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嗯，他们家的酱肉丝真好吃。吃春饼配棒碴粥无敌了，青椒肉丝已经没了，肘子也结束了，第四个。这正常人四个饼足以啊，这粥真的好。吃完了，哎，切了啊，哎，切，能拍一下吗？可以。像我点这一吃这架子，我能拿走吗？可以。一只鸭子能骗两盘。黄瓜条、青葱、芥末鸭掌，量一般。鸭饼，再饿也得先擦手。蘸上酱，灵魂小黄瓜，灵魂小青葱，我开吃了。吃鸭子，烤鸭你好久没吃，猛的吃一次真的无敌了。你瞅这肉卷的叫一个瓷实，特别好吃。嗯，完全不会油腻，真的特别香。直接走一口肉。嗯，太香了，满嘴都是油。芥末鸭掌，真的太棒了。